iOS 和安卓系统返回手势的差异，算是数码圈经久不衰的话题。不少安卓用户认为，屏幕两侧滑动均可返回才是正确的设计，而 iOS 的返回代表不方便和混乱，因此常有人说，安卓的返回设计更简洁直观，加上允许在屏幕右侧边缘返回，大屏的单手操作更是比 iPhone 方便。然而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针对这个问题，我去看了苹果 WWDC 历年来交互设计板块的 session，着重看了导航设计的部分。 苹果理念其实很清楚，就是导航设计要有方向感，就像去机场，登机口都会清楚地标明号码。界面的动效要空间上一致性，前者让用户保持方向感，后者进一步带来流畅感。就比如说，像系统设置这样较为复杂结构的 App，会给出当前层级和上一层级的信息，前进后退有明显的空间关系。而安卓的返回手势不过是原来返回键的替代品，正好成了 iOS 交互的反例。你无法预知返回操作之后会到哪里。 而且进入退出动画也不一致，缺乏空间关系。即便如此，还是有些人在强行论证安卓的返回方案才是正解，包括论证苹果官方的返回交互也存在问题。就比如上个月有个 UP 主的一期视频，找出了几个他认为 iOS 返回存在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说，B 站评论区上弹出现，而下拉无法返回。实际上，下拉标题是可以关闭评论区的。其次是所谓的文件 App 点击搜索不能返回的问题，稍有 UI 设计经验的都知道。 这个搜索其实根本没进入某个层级，只是把搜索栏展开，所以对应打开逆向操作是取消或关闭，而不是后退。就像 Mac 的 Finder Preview 的搜索栏，在不同的窗口宽度下，搜索栏会有不同的样式呈现。而他提出的微博页面无法滑动返回，就事、是、论事来看。如果对比知乎、B 站等把搜索作为层级的 app，微博这里不能滑动返回，显然就是不合理的。但单靠这点喷苹果，又不会把压力转移到微博，从而迫使其改善。 至于最近访问目录和文件根目录的返回上级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展开 side bar 就是预期行为。还有，他觉得既然 App Store 里的 Story 是上跳出现，就教条认为它只能下拉关闭。然而，假如一个用户已经看到了底部，要让他拉到最上面返回，显然就是脱裤子放屁。对于用户而言，从左向右滑动返回是其他 App 最常见的方式，那就是一个合理的返回操作假设。而在 iOS 上，基本没有从右往左滑后退的情况，因此这个界面就没有设计这样的返回操作。 那有的人认为，既然 Story 是上滑，但要允许侧滑返回，那 Apple Music 的播放界面为什么就只允许下滑返回？这里要说明一点，Apple Music 这个界面和文件 App 的搜索类似，实际上并不是进入了一个层级，而是展开了某个播放元素。从 iPadOS 十三的 Apple Music App 上就能观察到这点。如今的安卓版在平板布局下也能体现这点，所以苹果在顶部留下明显的下拉把手，同时因为这个界面下还有播放进度控制条、音量等交互元素。 水平滑动返回就有误操作风险。至于他提到在酷乐队里的项目管理无法返回，实际上是颠倒了文件管理和工程界面的层级关系。像打开 Numbers 表格，上来就是一个类似文件 App 的界面，他预期会出现一个新的文件 App，更是无稽之谈。所以他提到这几点几乎都是吹毛求疵。在我看来，安卓返回手势的最大问题是它既不是那么方便，还伴随大量的副作用。而在这样的导航范式下， Google 和安卓厂商、App 开发者能给出的优化和解决方案其实非常有限，甚至主动开倒车，停用原来的全屏返回交互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局部和整体的观点去分析，而不是老想着一刀切的思维解决问题。首先就是说可预测性的问题，苹果的交互设计团队认为，可预测性来自于明确的提示、及时的反馈。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返回按钮的说明，以及你在滑动到一半的时候就能瞥见要到的位置。 这样就能让用户做到操作和思考并行，让整个体验变得更连贯。甚至你可以长按返回按钮，浏览之前的层级，可以直接跳到想要去的那一层。这两点可能对于我们一般人没什么，但对于视力障碍的人来说，能知道上一级是什么，以及可以直接跳转到某一层级，在实际使用中的区别是巨大的。然后再说便利的问题。 很显然，安卓这种固定范式，让返回这个相对抽象的操作固定到了屏幕两侧的手势上，看上去是一种很方便的做法。然而，如果看过 iOS 上 Twitter、知乎、微博、小红书等重时间线社交软件的返回，他们都可以从屏幕中间开始，实际上只会更方便。这其实是八二原则的一种体现，其总体的体验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一小部分关键且高频的操作。可见，在 iOS 上，这部分高频操作为 App 实现了更深度的优化。 然后就有些极端粉丝看方便这点没了优势，又开始说 iOS 的返回不统一。就像刚才 App Store 的向外展开的 Story 页面，在顶部可以下拉返回，用户也可以根据其他 App 的返回设计，推断可以从左到右滑动返回。这两点分别是空间一致性和平台设计一致性的体现。似乎在机器人眼里，一致性就应该是无视 App 的功能场景的差异，做出完全一样的解决方案。就比如设置 App 本身不像社交软件时间线 App。 其中不少设置板块还存在滑条这样的交互元素，很显然全屏滑动返回是不合适的。如果我们去看安卓生态，就拿 Google Drive 这个 app 举例，最左边其实有一个可以拉出的边栏，因为我手头 Surface 的中间无法触发返回手势，往右边分屏是可以拉出来的。而如果把它放到左边屏幕，由于返回手势的存在，边栏就无法拉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调出边栏只能通过三条杠这个按钮，而且在 Google Drive 的最顶层的返回手势的目标是回到桌面。 这个功能和底部提示条的上滑是重复的，还无法直接预测到结果。在碰到表单填写的场景里，安卓这种武断的返回手势也容易造成误操作，回到上一级。另外就是很多人引以,以为豪从右往左滑，不仅和动画矛盾，在网页浏览这样的场景里，显然除了后退之外，还有前进的操作。因此，得益于极为先进的全局返回手势，在安卓平台上的浏览器里，手势只能后退，不能前进，这也限制了其他更有意义交互的可能性。 比如在知乎的回答界面里，从右往左滑，可以进入答主的个人页面。安卓这样的设计也带来了 Web View 界面下的二义性问题，也就是这个时候返回到底是关闭这个 Web View 回到上一级，还是触发网页返回？就拿瑞幸的小程序来说，比如我点进去了到店取，但实际想要点的是外卖，这个时候在安卓上滑动返回就直接关闭了小程序。虽然 iOS 的瑞幸小程序是一模一样的设计，但是在滑动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是回到上一级。 而不是回到上一位置，这就是可预测性的功劳。通过上面几点的观察，就可以下一个结论：即侧边返回手势的存在带来了交互冲突。更麻烦的问题还在平板上。安卓平板的浮窗模式下，侧边返回手势就分成了两个流派，一个是按照空间位置优先，哪一边执行手势，返回操作就发到哪一边；主流的二分屏，包括折叠屏手机都是这样的设计。另外一种就是传统安卓分屏思路的延续，也就是分屏 App 中最近有操作的 App 是被选中的状态。 只不过不像桌面系统那样，标题栏会有一个高亮提示。此时，不管是返回键还是返回手势，都是发到这个 app 上。然而，这两种方案都不完美。第一种方案在只有两个 app 的时候还能接受，多浮窗状态下就变得复杂而混乱。除非给浮窗增加独立的返回按键，比如华为平板或者 Windows 的安卓模拟器，以及不同的分屏方向下，返回手势也会有所变化。第二种方案虽然能用在超过两个的分屏，但是整个操作就像在隔山打牛。 或者说在开盲盒，在没有光标或者高亮提示的情况下，你无法确定哪个 App 接收了返回信号。显然，这两种问题其实都是全局返回手势思路下的代价。包括谷歌在安卓13推的预测性返回手势，都是在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也就是属于那种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。作为对比，iPad 继承的 iOS 返回方案才能做到指哪打哪。就比如台前调度的三分屏场景。更重要的是，iOS 返回方案能接受触控板双指平扫的输入。 在 Mac 或者 iPad 的触控板下，也一样能做到指哪打哪的返回。而在安卓平板上，一方面如刚才分析那样，多分屏下的返回交互存在混乱的问题；而触控板交互下，只能用三指按压这种不太直观的方式曲线救国。那有的人会说，苹果不是在 iPad 上搞台前调度，还不是做了全局级别的左滑手势？那难道就不会和返回手势和拉出 Side Bar 的操作打架了吗？ 实际上，因为苹果系统能知道 App 采用的 UIKit、s w i e t u i 框架是否监听了左侧的滑动。当 App 在全屏状态下接受左侧滑动后，出现的是 App 当前状态下自身的左滑行为，并给出了一个滑动把手提示。再次滑动后才是台前调度的多任务预览。就以新闻 App 为例，在顶级目录左滑是弹出边栏，进入阅读界面后是返回，在阅读界面中左右滑动是导航到前后的文章。所以话说回来。 全局滑动手势在 iOS 上能做吗？显然不是苹果做不到，而是这不是最优解。更麻烦的是，在很多人眼里，看似如何先进的安卓全局返回手势，不仅限制了安卓平板的发展，还让很多 app 开发者不思进取，甚至是故意开倒车，取消掉了原来可以从中间滑动返回的设计。这显然是一种交互体验的倒退。另外，安卓的返回手势本身为了减少误操作，默认边缘触发区域不是太大，实际要根据用户需求调节。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，安卓手机不少都是曲面边缘，而不同的保护壳会影响边缘返,返回触发区域的操作。换言之，想要方便的返回，就不能上全包边的手机壳。像我朋友的 Pixel 六 Pro 就砸到了门框上，撞击位置完美避开了保护壳，砸碎的曲面部分。而 iPhone 的官方手机壳都会高于屏幕，在保护能力上更佳。所以有的厂商所谓对比 iPhone 的带保护壳厚度，就是搞笑行为。做完这期视频，我希望到2023年了，某些半桶水就不要一天到晚还把 iPhone 用户习惯点返回按钮。 iPhone 只能从左到右返回，苹果应该做全局返回手势。这种陈腔烂调挂在嘴边。顺带，苹果今年发布了 Vision Pro，实现眼动仪交互后，返回也不再是问题。而 Face ID 的注视解锁也好，甚至是 Mac 自带摄像头，苹果其实都做了一些眼动仪算法的简单实现，比如 Mac 的头部光标，iPhone 上即将会有注视点的 API 框架。如果迭代个两三年，估计我们在手机上也能体验到眼动仪带来的便利，比如看着跳过广告按钮就能够跳广告。 或者是 Netflix 里跳过片头，这个时候恐怕再看之前吹手机就不应该有打孔的论调，就会觉得这批人非常幼稚了。